我们先看第五名，来三二一，噔噔，哎，真的很厉害，居然有人猜到，真的是王道银行。我们讲了这么多，真的是王道银行，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王道银行的基本资料，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王道银行在去年没有进榜，去年的第五名我记得是华南，大家有稍微看一下。好，王道银行这次有16个人投票觉得他是最喜欢的银行，所以有16个意见，他的得票率是 4%， 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面有4个人投王道银行，这是最棒的银行，所以这个真的不错。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观众的意见。好，欸，这个李轩豪真的很厉害，马上就猜到。他是我的第一张千账金融卡，带给我很多回馈，也让我方便在网络上做定存规划我的储蓄。好，所以一样，就是说数位账户其实是现在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像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应该基本上都已经有这张，就是有很多的数位账户了。你可以把它拿来做资金池的运用。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哎，我在王道放的钱是让我要去做股票投资的，那我在王道的账户就是专门来做基金投资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些区隔，真的是还不错。这也是很适合用来就是所谓的那种什么信封理财法，三个信封，三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来放不同的钱，然后银行这些数位账户它都有提供所谓的免费的跨提转次数，像王道银行也有5次的跨转，你都可以拿来做使用，还不错。这样子，有人讲说客服接通速度快，银行现金回馈高，而且当期回馈，消费有及时推播通知，用卡安心。其实现在很多的银行优惠，信用卡都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也蛮好的。好，客服人员十分亲切，不过一直要推荐人家开户有点麻烦，有点烦人。其实现在银行他们就是像我之前的直播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所谓的未来的趋势，就是所谓的 member get member， 就是 MGM。所以王道银行是比较早期就切入这个时间点，然后开始在做，好，大概有接近2年的时间了。所以王道银行这个 MGM 推广算是做的比较早，而且也是还不错。现在王道银行应该有20-30万户的开户税，大概也就是有30%-40%以上都是由我们这些 KOL 来做推广。像我自己本身这样子王道推广户大概有到600多户了，好，其实也算是还不错。所以看看大家啦，如果你想要赚这77块，你就邀请身边的亲友一起来办一下，用你自己的连结去办就好了，这个其实没有很困难，好，就是试试看啊，有的话就当做是加太极，没有的话就算就 OK 这样子。好，现金回馈没有门槛，很方便，现在很多银行的回馈都是没有门槛，比如说我们的 Banky 卡，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Richard Flygo 卡也是现金回馈无上限，然后还有像玉山拍钱包信用卡也都是现金回馈无上限这样子。对，然后这个王道的千账信用卡也是一样，但是他今年的这个刷卡消费回馈率比较低一点，对，就变低了。千账和回馈活期利息都很高，但有一卡通功能的卡面选择过少，因此扣10的。好，那他因为一卡通的这个功能的卡面，他其实是要特别去签约的，所以他那个发行的成本比较高，他自然就会做控管。好，他没有办法就是全面性所有的卡面都改成去备卡，然后就是都加上那个电子支付的功能，这是比较难的，就是对啊，电子票这种的功能。有人讲说卡面自己选，好，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优惠活动有诚意，这个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像我们这种老屁股元老级一起去开，根本什么优惠都没有啊。它是后来的优惠越来越多，所以这家银行很妙的地方是它是反其道而行。一般而言的银行他们都是说，哎，第一波最好的回馈就是给那个就是第一波来办卡的人，那后来是越来越烂，因为他们经费用完。但王道不是讲，它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就是非常微妙的，哦，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就是王道户的话，你还可以再观察一下，说不定再过2天或下个月，它又有更好的优惠回来了，这是很微妙的。啊，有人讲到方便、公益、时尚、平权，好，这个台湾的信用卡里面有多少卡片是跟婚姻平权或者是这种同志运动有关的，这种彩虹的？其实王道银行算是少数几家银行，它有推出这样子的卡片。那我在去年也有就是做过一些那个影片跟大家分享，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啊，这个都有分享过，所以这个也讲得不错啊。那讲到说存款利率与刷卡回馈给的很大方，对，这个也是好，卡面自己选择。所以这个王道银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它的卡面可以让大家自己做选择，这个很不错。这样子来看看大家讲什么。好，虽然王道有跨转优惠，但是它的对账单也不能够用 PDF 档，很困扰。这个 GoTo 大大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王道的缺点就是说它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所谓的 PDF 档的这种账单，好，是比较不方便，大家没有办法收藏。好，像我大部分的所有信用卡账单，我全部都是
使用电子账单，然后并且是使用就是啊 PDF 档来做备存这样子。那以后我要去查之前的消费记录啊什么的，都有办法去查。那王道对账单是这样，就李一千，王道可以连接接口再提领到台新、国泰这种有众多 ATM 的银行，所以还不错哈。跟大家讲，如果你王道的钱想要提出来、想要吸出来的话，你可以使用接口绑定王道的账户，然后把钱从王道的户头吸过来，吸到接口之后呢，你再把它转到台新或者是国泰世华，都是很不错的。用这种方式，你就可以做到这所谓的免费跨提转哈，这种做法这样子。来，杨慧萱说我的薪水是汇到邮局，所以我邮局有跨储也是免费。好，这个都是企业去跟就是各家银行或邮局去谈。好，来第五名看完了。